首歌，他去医院了。王英还没来，别的同学都来了，现在他可能正在吃早饭。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？今天早上我吃了几片面包，喝了一杯牛奶。词语：大家还没有住宿舍，天热，餐厅早饭。可能正在睡觉，肯定已经起床错，医院病舒服，医生肚子疼，干净片面包杯牛奶，不过昨天请客生鱼片新鲜，要乔琪说完，接着